是一件毛呢衬衫兼小洋装，还有小长上衣，然后它有附一个小绳子给大家。颜色这一次我可是精挑细选，灰色配奶茶色，绝对是最流行、最显白、最好看的。那它是单层的毛呢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它不是超级闷热，现在季节完全允许的一个布料哦。好，那当然当衬衫穿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样 oversize， 你要穿黑裤、蓝裤或是西上靴、短裤，通通都好看。再来呢，它的口袋是两个真口袋，好，很经典的两个真口袋 ，SML 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。那它的扣子很可爱，也是做这种琥珀的这种圆扣哦。然后呢，比较随性的女生，她想要走一点点就是 oversize 的感觉，我也不想要竖起来的感觉。这是第二穿，第三穿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稍微把它绑个拼接或是小蝴蝶结都可以，它就会变一件裙裙上衣了。那建议大家里面非穿裤子不可，它不算是正式的洋装，它只是长衬衫变成长上衣洋装的感觉，所以呢，你只要里面加一件裤子，完全没烦恼哦。